咁不如你都有曬策略嘅喎，係啊，真係有啊，同埋大家其實啲神反射神經都好犀利噶，都未講個心就已經閃上咗啦，係嘛？好快。身邊兩位咧就係今次工作坊嘅司儀 Rebecca 同埋 Tammy 啊，咁今次咧你哋表現非常之好喎，但係聽講咧你哋第一次做司儀啫喎，感覺如何先？感覺就都有啲緊張嘅初初，咁但係咧嚟到嘅時候見到咧大家參加嘅朋友咧其實都好 friendly 啦，咁變咗都後屘就冇咁緊張啦，咁但係咧就有少少嘅瑕疵啦，就係可能咧個麥嗰度啦，咁就有少少故障，咁啊令到我哋咧都要即刻發揮我哋嘅小宇宙啊，同埋我哋嘅靈活性都要即刻考驗到。冇錯，見到兩位咧好有默契啦，同埋臨場反應咧非常之好噶。咁你自己又覺得點樣啊？其實今次真係對於我覺得對於做司儀嚟講，其實真係好大挑戰，因為首先本身可能啲麥啊或者有啲器材上面突然間出咗問題嘅時候，其實司儀應該點樣處理呢？我哋今次真係試曬，係嘛？咁另一方面係啊，因為另一方面就係其實今次個場地都唔係話即係一個好大，其實算係一個温馨啲嘅場地嚟嘅。咁其實喺呢一啲我哋做司儀嘅時候咧，可能我哋就需要去即係再比較 interactive 啲，可能同我哋觀眾多啲互動啊嗰啲咁樣咯。咁今次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經驗，因為有時其實做司儀，大家以為啊係咪都係要嚇幾百萬人，我哋即係幾百人喺個台下，跟住個司儀喺台上咁樣噶嘛？但其實原來可以唔係嘅喎，可以係一種咁樣，好似一種活動工作坊嘅形式嘅，咁都係一個幾好嘅學習機會咯。冇錯，好特別，這個活動是一個 cafe 入面舉行的，那你們覺得呢在 cafe 入面為一個活動擔任司儀呢，有什麼要點要特別留意，或者你今次最主要學到些什麼呢這樣？其實在 cafe 裡面都有一些優點的，就是大家的感覺可以是 close 啦，同埋係可以好似温馨啲咁樣啦。咁同埋係我哋 even 好似頭先有突發事情話，原來個麥壞咗，咁我哋靠我哋自己把聲唔用麥，咁都講到喎咁樣。同埋如果喺 cafe 裡面搞一啲 function 嘅話咧，譬如喺玩遊戲方面啊，亦都可以係方便啲咁樣咯，同埋大家嘅感覺都係 casual 一啲咁。咁我見到咧兩位司儀咧今日其實表現真係不得不讚噶，所以咧多謝曬兩位，咁希望大家嘅司儀技巧咧都會越嚟越進步，好唔好？好 ，thank you。